接下来我们要进行的是座谈。这个阶段呢，我们听大家邀请到三位老师，三位老师都是我们正觉教育基金会非常资深而且优秀的讲师。首先，让我们以热烈掌声欢迎我们的主讲老师侯世慧老师再次回到我们的讲台上。第二位，我们有请我们的工程博士范晓文范老师。第三位是高苑科大电机系副教授王俊超博士。哇，三位老师都是生命科学的专家。将为我们带来什么样的精彩内容呢？让我们以热烈掌声欢迎三位老师。接下来，我们就将主持棒交给我们的王老师。好，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朋友来参加这次呢，这个第七场第六集的这个导读，就是玄奘文化千年录的第六集导读。那我们这一场的讲题哦，清明讲座就是生命特级见，不是实相，为何妄度人生？那我们在这边座谈也是以针对这个题目来做一个题目的一个切入点那因为现在问题各位朋友正在撰写当中，那在这边呢，我先提出一个问题来请教两位老师，希望两位老师呢可以帮我们来做一些答复那第一个问题就是，既然生命我们一直会延续下去嘛，那请问呢，如何做一个跨越到未来世的生涯规划，可以让自己未来世一世比一世过得更好？那我们请两位老师来帮忙做答复。那我们首先就请侯老师。一般来讲，我们从佛法里面，它是一个很完整的一个教育体系。那我们先大乘佛法就先有一个六度，那六度要修到什么时候呢？六到初地，初地以后，初地、二地、三地到十地才有十度嘛。那前六地还是六度，可见六度这个法是非常圆满的。那既然呢，这个一个很好的法，表示我们可以每一世都往这个方法来做，绝对不会有问题，而且可以累积福跟慧两个。那六度呢，大家都很清楚啊，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啊。那为什么是这样？刚有讲了，大概一个次第，大概讲了一下。那布施呢？人人最喜欢为什么？不是人人喜欢布施，是人人喜欢被布施嘛！所以人家说呢，世间若要人情好，舍却钱财不要还，对不对？哦，这个是最好。所以你看布施度，那布施当然呢又分三个嘛，对不对？就是财施、法施、无畏施啊。那所以为什么叫慈悲？慈就是与乐嘛，给予快乐啊。那悲就是拔苦啊，他在困难的时候，我们去帮助他。那所以你看，两样都要做啊。众生要让他高兴，他能够生活才能够圆满，衣食无缺嘛，衣食足而诸荣辱嘛。那随佛你要资粮要够啊，所以布施度是首先啊。然后布施之后就持戒，持戒有好处，你知道吗？你不会害人嘛，自己管理自己，戒是戒自己，不要戒别人啊。你不会，你犯了五戒，那犯五戒干你什么事？你自己管好自己，所以人家就不会怕你。所以持戒有这个好处然后这布施就是开眼，持戒就是节流啦。那经营那个企业一定要开源节流，这个公司才能够成。你没有客户，没有收入，你在那节省大半天也没有用啊，是不是？
所以布施度很重要，让我们累积广大的福德，然后呢，这个持戒呢，就让我们少造恶业啊，就不会减损。哦，那布施持戒，然后忍辱，忍辱就是安住啊。那一般的人不能安住，你什么事情都没办法成就。能够说啊，一枚砖头咯，爬起来无半步，乌白想，对不对？心不安住，啊，心不安住，你就跳来跳去，你就没办法有一个专长，那你当然这个没办法发挥世间法，那随佛亦复如是的哈。那不施持戒忍辱再来精进，精进就是你这个专业之后呢，对不对？你在安住之后，你还要有一个精进啊。所以人家说，你成功是 99% 的努力嘛，对不对？一份的天才嘛。所以努力比什么都重要。如果天下能够有不劳而获，谁都要不劳而获嘛，对不对？问题不是这样。所以我们随佛你看啊，也是一步一脚印啊。哦，所以你看啊，精进。然后才有禅定。禅定是已经成变了。就已经，比如说我们在修定参禅，初学者是不是要多提，把那个比如念佛是谁要把它提起来，或者是意观世音菩萨断了就要多提，你不要把它拉回来，你就重新提起来就好了。你拉回来是不是多一个动作？不要这样做，你就直接再提就好。那老参就要多疑啊，参禅要疑啊，念佛是谁，为什么是念佛是谁呢？要把它参就出来。哦，那这个那参它会被点现变，这数学大家都学过，你打修没啊修，迟早他会成判。为什么？我们会不会成片？输赢在哪里？一根嘛，叫都摄六根嘛。什么叫都摄六根？一根接受了，请问前六世是不是都是一根？它是它的具有一嘛？当然都是第八世生哦，不是一根生前六世哦，不是哦，第八世生第七世。不够用再生第六世，第六世不够用才再生前五世，是不是这样？你睡着了不用那么多啊，所以那个前五世是不是都不用了啊？对啊，所以是因为不够用才一级往下做。所以你看啊，我们在修禅定也是一样啊，一根接受了，那你就来参美啊参，那一根会不会接受？会。我们小学生开始训练讨安那滴滴的啊，你要抬头挺胸，头要注意，对不对？胸要怎么样收下腹，对不对？讲着是不是觉得很难？习惯了会不会难？不会。我们开车出水，开车怎么样呢？手忙脚乱，你看那开车开久了一边听收音机的，对不对？骑脚踏车还要放双手的，可惜啊，对不对？为什么？因为那已经习惯了，一根本来就有这个习性，那你要透过意识啊，不断来熏习它训练，久而久之你就成片，定力就起来了。那定力之后呢，你要破参是不容易，你一天参隔一分钟两分钟，人家一天参八个钟头，乃至人家一天参24小时，哪一个会先破参？一定是成片的人嘛。所以你看啊，那我们在累积福德亦复如是啊，你就福德在不断的继续累积，那迟早呢你就有福，你就会有慧的机缘嘛，福跟慧就会成就啊。我说你找到都是显地修，为什么？因为你种的福够嘛，福够的话自然而然大家会喜欢你，你跟法就会先相应。好，以上报告。不知道大家在座观众朋友们有没有听过一位流行歌手薛岳的《如果还有明天》。这是他病重以前所发表专辑《生老病死》里面的一首歌。那其中有一段歌词是：如果还有明天，你想怎样装扮你自己？如果没有明天，要怎么说再见？大家有没有印象？
如果我们以佛法三世轮回观点来看的话，有几个问题我们可以正视哈。也就是说，如果生命会延续，我们都有下一世的话，那么我们要怎样装扮自己啊？那装扮自己不是在自己的脸上涂涂抹抹或去整形就好了哈，而是说我们要怎么样让自己的福德智慧越来越好，那么自然我们的下一世的身心相貌也会越来越庄严，越来越有智慧哈。那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没有下一世啊，那么对酒当歌，即使行乐，甚至作奸犯科，有什么不可以呢？反正人死了什么就没有了嘛啊。但是今天侯老师也跟我们讲了很多哈，因为我们不会死，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不会死的第八世实相性，他会把我们所造作的种种的善恶业种储存起来，就有下一辈子的因缘果报的出生以及显现。所以呢，很多人很怕死，但是我们真正要怕的是什么哈？我们死不了，这一世死了以后，下一世一定会再出生啊。那么如果造作了恶业的话，下一世就受苦无穷了。所以怎么样规划跨越未来世的一种生涯，这个形成的善的循环就非常重要了。所以如果希望未来自己有好的父母、好的配偶、好的子女，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呢？这一世是不是先从这一世开始做起，就先孝顺父母啊，善待自己的配偶，忠于自己的配偶啊，疼爱子女，好好教导子女。那么我们如果希望下一世赚钱不要那么的辛苦，那么这一世是不是就好好努力工作，不要贪取非分之财啊？那甚至呢，把自己所赚取的财物愿意去分享给他人啊。那么也就是说，我们除了规划未来世的生涯之外，事实上从现在世就要开始做起，因为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啊，要怎么收获就要怎么摘啊。但是这个眼界是放到三世来看啊，这个是不变的三世的因果的定律。那么以修学佛法观点来看的话，如果我们希望有智慧，那么我们自己这一世啊，就要让自己有智慧，也要帮助他人有智慧。那么就要发愿啊，要跟随善知识，要修学正法，这个也非常的重要。好，那我们如果希望自己有福德呢，我们就要不吝惜的付出自己的种种的财力、物力、体力、时间，还有种种的专长，那同时还要给众生很多的鼓励、安慰、关爱，还有智慧的语言来帮助他们。那么在跟众生共事当中呢，也要以同理心来引导他们消除烦恼，甚至帮助他们可以开始修学佛法啊。那同时在利益很多众生的过程当中，我们还要去检视到底我们的心地有没有够纯正，不求回报。那么在这个过程也要去检讨说有没有哪些没有做好的，我们可以做得更完善，因为更完善的话就会让自己的福德更圆满。而且呢，以第八世修学佛法第八世的这个正法来看的话呢，依这个正知见来修学，这个目标才不会错误啊！相信第八世就是我们每个人的生命的实相，它是实相心，它是永恒不坏的心。这样的知见不能够偏差到，不能够偏差，而因此深信因果啊，那么就可以避免自己未来是被不正见引导心行产生偏差，而有种种的贪嗔无明的境界现行啊。那么同时呢，因为依止于第八世的这样修学，
而不断的检讨自己，有哪里需要再去修正，再去改变自己，那么尽量不要去造作伤害众生的事情，同时呢尽量的把善业敬业的种子种到第八世如来藏当中，打好下一世善因的基础，形成善的循环，这个就可以做好横跨未来世的规划。那么一旦我们做好规划，不断每一世的努力之后，每一世彼此都可以很欢喜的互相说再见，因为我们都不会死，我们的第八世不会死，所以我们也会再相遇，就继续再讲以这样的善的因缘，大家互相再相遇，再继续生命规划当中的解脱与成佛之道，继续前进。哎，我们非常感谢两位老师的答复哦。那侯老师有提到，就是以六度来，就是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以及智慧。除了自利利他之外，又可以修集自己未来世的福德。这样子呢，我们未来世的每一世当中，一世会比一世更好。那我们范老师有讲到，对众生呢，可以布施财物，那出一些劳力，与众生广结善缘，然后给众生的一些关爱呢，温柔语，或者是鼓励安慰语，或者是智慧语等，可以跟众生呢来广结善缘。那也深信因果，与这个善知识呢结下生的因缘，那这样子呢可以自利而利他。其实如来藏就像是一间永不会关闭的这个生命银行啊。那我们众生呢累世以来的福德资粮，就好像是这个生命银行里面的这些存款。那众生无量世以来，我们不能只是提出来用而已，把这样的资粮提出来使用之外，我们应该要再存入更多的这样的福德资粮，让这个生命银行未来是每一世之中它的资粮越来越多，也就是存款越来越多，那未来是我们一世过一世会更加好。那要存入这样的生命银行里面的存款所使用的方法，那就是广行六度，以及呢广结善缘，以及跟众生呢之间互相呢自利利他，这个就是呢让我们这个生命银行未来世的存款，也就是福德资粮的存款越来越多，那我们未来世我们一世一世一定会过得更好。